Hello， 香港觀眾大家好，又到了一分鐘屈你個 friend 喺日本買手信的時間啦。今次咧想介紹一個 brand 咧叫做 Saborino， 佢咧呢一個產品咧就係平時你洗完頭吹頭髮之前用嘅。吹頭髮可能要用20分鐘至30分鐘的女性咧，你就可以試一下呢一個產品啦，因為咧會幫你吹頭髮的時間咧大大縮短減一半，入面咧亦都有很多美容液的成分，吹完頭會仲有一種很香很舒服的感覺嘅。最新咧呢個味咧就係叫做Pink Bouquet， 即係一啲甜甜地花香味啦。這一個也是新的，就是一個雜果味來的。我平時用開就是這一隻原味，就是有些薄荷啊，還有好像橙味一樣的，價錢大概1000多日圓左右，你可以試一下找你的朋友買吧。